兄弟们，我跟你们商量一件事情，咱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就是再去翻牌了，你们懂吗？因为你们记得今天晚上过了12点钟是什么日子吗？我就是说，咱就是说，我请你们原谅我一下好吗？我也是被逼无奈的。对，没错，是乐乐的生日，所以咱今天没办法翻牌了啊！不要怪我，不要骂我哦。加一个小试牛刀哈，稍等稍等。我的蓝莓全掉出来，被西瓜压扁了呀。这个火龙果搞诈骗，八又搞诈骗。等我一下，兄弟们，相信你们可以等的。我突然想起来，我衣服还在天蓝的洗衣机里。兄弟们，你们有没有听说洗水果？洗水果很快，我主要是，我把你们拿过去拿过来，就是你们不方便，我洗完了我再拿过来。回一个什么啊？回一个什么啊？
只有6分钟了，真是什么都来不及了呀，兄弟们！但是不管了，只能这样子了。我回一个么么哒。哎呦妈，这刀是有点钝呢。给我一个吻，哦，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下爱标记。安全，安全。这不进去了啥蛋糕啊，大哥？是吧？你看，不错。祝愿他一生平平安安。可以。你给他切果盘啊。嗯，怎么样？可以。再把那个旋风卷给他铺上。不错吧？但是没有几分钟了，就4分钟了，你知道吗？先把它把这个打开。我先把这个水果铺在下面，然后你再把面包铺在上面。面包应该铺下面呀。面包怎么铺上面呢？面包铺下面的话就没有办法，就是水果又没办法铺到它上面去。我想这样直接这样子，你懂吗？这样子看起来好看吗？咱主要是一个视觉效果嘛，你同意吗？勉强吧。行，算你识相。这样子切好，放在。大哥，你把哈密瓜猪肉芯儿给人掏了呀？嗯。说的对，拿手拿手啊！拿你拿筷子，拿一桶，拿一桶拿过来。那筷子也不知道干不干净，没有手，没有手干净，拿手刚洗完。你直接上手挖吧，我不告诉他。妈呀！帮我里面放蓝莓，怎么样？可以。还有啥水果？有芒果。芒果也得来点吧。芒果铺在边儿。我现在切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芒果铺在圈圈上怎么样？这个坏了。芒果和蓝莓铺在圈圈上。哎呀，这个也坏了。你看，我就知道，爸还是要搞诈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芒果，别放这么多，等会儿再往上铺。我还有那个奶油呢。再把那个也打开，把那个放这个底下。芒果，等会儿。这是快刀吗？它有一个刀特别钝，我不知道是哪个。芒果切块块是那样切对吧？五十八。嗯。给个刀。那你去找那个吧。你要什么？那个蜡烛。没有。没有。刚找过，你看看我们屋有没有？你们屋有没有？你知不知道啊？应该是有的，因为我不是刚过完生日吗？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那不是别人你那拿过来的吗？不是啊，他们订了蛋糕给我当时。你弄，给你倒。就这样摆着吧，就这样好看。那这怎么摆啊？就摆在这儿，这样围着。这好看，你确定啊？多好看啊！你要把它削下来是吗？对，我想把它削下来，然后铺在里面，跟蓝莓铺在一起。蓝莓好好吃啊！哎呦，我捡起来吃掉，好酸。可以，这皮给我啃了。你弄好了吗？没有没有，哎，你去我冰箱里拿一下那个奶油，挤的那个，记得吗？我找找啊。嗯，那芒果好好吃，甜吗？好甜啊！
这边这边，对，把你纸做一下，都堆上吧。我觉得可以了，咱要错过时间了。嗯，翻车了呀！还一分钟。嗯。看看我们屋有没有那个蜡烛。你能不能一次让我跑几个？哎，他们好像找着蜡烛了。哦，已经开始了。完了。这吃屎都赶不上这会儿的，我这就这样，快点，就是我来一圈。哎呀，跟川西似的。哎呀妈呀，你跟边上没了，你说你走吧，走吧。关上了。真难看呀，真难看呀，兄弟们。跟我一起放了，可以。好的，来吃。哪搞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围观众，没有吗？还是没有网吗？有网了吗？你们知道吗？好牛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吃的。对，但是今天全场的焦点就是你，这个好看，我的不好看是吗？我留的也好看，你的今天也好看，我那不行，是完美吗？我把仅剩的所有奶油都给你了。好，可以跟我们分蛋糕了是吗？可以分蛋糕了是吗？来，吃。吃蓝莓，啊，还有没有？啊，蓝莓里面有蓝莓，芒果，好吃。还有芒果，小波，小波亲我好多口啊，小波，没有人吃啊，谢谢小波的芒果，好卷呀，做的不错吗？房间只有一些咸食，太吓人了，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吃饭，好吃，好多嘴的大家，你们就拿，假装关注别人的话，然后待会就这样子吗？卡子哥在旁边缩在角落默默发抖啊，卡子哥也在我看见卡子哥，行，我也想给我用，我也想卡子哥进来我就开始用，不着急，我直接上手了，你下播了还是用个勺勺，这个勺勺能用吗？走了，可以用，拜拜。好，吃果汁，别的不说了，应该这样子吃，上面然后这样吧，把这个这两个，对，把这个给我吃，给你吃。前在札幌买的，也不是什么。哎，你对我卡斯哥的吃了，你对我的礼物还是不满意吗？满意，我先润了。你的礼物润了，先润，没化妆，我就是平安平安。对啊，我祝你一辈子平平安安，好吧？好的，最好。果然没有正统，仅剩的财产好了。两个雪人。来，仅剩的奶油。蚂蚁，哇哦！啊，你们没看到？怎么可能没看到呢？哎，老刘的口红竟然不沾杯啊！是啊，我是嘟嘟唇，但是不沾杯。嘟嘟唇又笑死了。再来一个，他们没看到。嗯，你是蚂蚁，吓我一跳。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没礼貌。被亲了好几口，好吓人。看这个，等等，这个蛋糕，哎，这个先放到冰箱吧，我有点现在吃不下去。我都不敢让你们吃冰淇淋了，好怕呀，我怕你们到时候也拉肚子。我把这个挪到这个盘里。请问你这个高级冰箱怎么开啊？高级冰箱上面有一个小掰的，有一个把手。掰坏了怎么办？不会掰坏，你用力。对。谢谢大家的生日礼物哦。去切水果了。谢老公。得吃口罩。这几天前天嘴对，今天眼泪。不耽误你说，走。好的，拜拜，待会儿见。拜拜。等
肯定又没网了。不是我说，兄弟们，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艾乐不是说我的口红不沾杯吗？但是我发现了他的粉底沾嘴。还有一个番茄，这个糊怎么剔出来呀？哇，这个糊真的好薄呀，兄弟们，非常薄。我害怕呀，怕切到我的手手，所以我要谨慎。切的芒果儿，芒果儿，看，厉害不？谢谢狼爽红丸，很甜很甜。嗯，谢谢宝贝送的用爱发电。好甜哦，非常甜，齁嗓子的那种甜。是不是很久没休息了？倒也没有，就是没好好休息吧，只能说。这个挪到一边来，切点哈密瓜，哈密瓜。昨天晚上睡了三个多小时吧，应该有三个多小时，因为结果早上要做核酸，知道吧？我知道太少了，但是我就是躺床上睡不着觉，你们懂吗？而且我一睡着觉，我脑海里就是就会过那个动作，然后我的肢体就开始抽搐。肩膀就是还是很疼，我昨天贴了大概四个膏药吧，四五个，然后就是很臭，我的身上有一股那个膏药的臭味，但是我自己还挺喜欢的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喜欢那种膏药的味道，我自己还挺喜欢的，但感觉会臭到别人。
干校正水果很不会，就是吃半斤得削掉一斤那种感觉。我瘦了好多是吗？我觉得我瘦了好多，因为我这几天都没怎么吃，倒也不是不想吃，就是想不起来吃，然后只有今天一天是我刻意没吃的，从昨天晚上吧是我刻意没吃的，因为我担心我吃了之后就是会水肿今天，然后我就不敢吃了，然后今天没吃是因为他那个裤子是那种很紧的裤子嘛，如果吃了的话我的肚子就会鼓起来，然后我就说那我不吃了吧，然后但是我也没少补充，我喝了很多那个血包，喝了血包，喝了那个石榴补血的那个东西，然后还喝了巧克力 staff 给我的巧克力，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橙汁儿，反正就是只补了些水分之类的。我在切水果。我吃饭了吗？没吃，因为我刚才就是结束了之后就已经11点了嘛，我就着急忙慌的上来了，也没在楼下打饭。把这都缺了吧，留着也没用，万一坏了再。我先把水果切了，水果这种都不能放，就是赶紧吃了得了。对呀、啊，现在稍微一放就快，而且主要是这个水果也不是，没破开的，你把它破开了，它就是坏的很快嘛，对吧？谢谢林大大送的皇冠，谢谢，大家今天辛苦了，大家，好多钱哦。你们失去了很多钱，我得到了很多钱，很开心。哎呀，什么时候破的？可是我没有戳到那个刀刃啊，没有切到，我没有戳到刀刃，好像是那个刀背吧，是我使劲往下摁的时候，那个刀背吧。把它弄破了，没关系，没有弄到水果上。因为它都是在刀背这个地方。就这个刀背它也很，它是这样子的嘛。这把刀附魔了，为什么？因为它吸我的血了。反甲，他出反甲了是吗？我伤他1000，自损800。行吧，很牛。如果你们也能吃到这些水果就好了。
你有吗？你们有？你们这么有钱，还有水果吃，真不错。哎，我你们知道吗？我在抖音上经常刷到一个女生，叫什么菲亚，好像是叫这个吧。我感觉她每天吃的都很好，她每过得也很充实。谢谢药丸的皇冠，我带吃水果。好像就是叫菲亚，我记得，因为我没关注他，我只是经常刷到他。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女生？这个菜还送了红罐。东北的是那个晴天嘛，他们家就是每天都吃得很好。这不是耳钉，这是耳扣。如果它上面没有剥落，有个西瓜，有个哈密瓜，有一个，有四个椰子。椰子我都跟人分了，因为椰子好分嘛，然后有两盒蓝莓，给我扣那一盒，然后还有个火龙果，有一个梨，两芒果，应该是这样子。我想好像有一个椰子，一个梨，一个火龙果，一个西瓜。打算把那个芒果去拿给小北。椰青。我想把这水果都切了，然后分一部分出去，但是我没有按一次性盒饭盒。等我去洗小。我有一次性杯子，我可以拿杯子跟别人分。嗯，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把都切了，然后再分了。我好聪明，我去拿，等我哦。
这个杯杯也不大，看到了吗？也很小。没有高饮料，谢坑送的皇冠和夜蝶，还有奶茶，谢小爷梨送的皇冠。25号有志愿者，对。去洗一个盘子哦。什么？谢小爷梨送的皇冠。什么？该下午了吧？你们说我起床的时间吗？嘿嘿，是红心火龙果。下午，对，下午，因为其实本身还是早上，但是我让姐姐帮我换了。下午几点我给忘了，我等会儿回头再看看再告诉你们好不好。不吃点饭吗？等会儿，等会儿的啊，别着急。哇，看起来好好看哦，看起来真的很好看哦。头发好直，我整个人都和我的头发一样。好看吧，这样已经完成一盒。然后接下来干什么来着？哦，把它放到盘盘里。那么大杯够分吗？够吧，应该。我就是我们熟悉的几个，就是我叫他们一起来吃就好了，然后杯杯装的就是直接分给别人，直接给别人。这个要给老板，还要给默默，因为默默非常用心，很用心的一个人。
我再去洗一下这个。对啊，把你老公就叫他们一起来吃就好了呀。哎呀，我的妈！其实也不是不可以都分开，如果都分开的话，甜甜给甜甜一杯吧，省他不好意思来，嘿嘿。嗯，啊，这么快，这么快就摔了，可是西瓜还没切呢。嗯，梨呢？耶，哦，就这。梨不削皮儿也可以，对吧，兄弟们？梨就不一定非得削皮儿了，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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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直接切了。道完晚安，各自狂欢，大不都是这样子的吗？哎，那个无限活力开到什么时候呀？我知道不能分离，但是没办法，有就不错了，这时候就别挑了，知道吗？
专业国企，是不是很专业？不错吧？是黄瓜，不是，不是黄瓜，是黄心西瓜，兄弟们，特小份。哦，吓我一跳。哇，好香啊，西瓜，西瓜果然是最香的，草莓也香。但是西瓜的香味是无可替代的，谁同意谁反对。你们有人爱喝西瓜牛奶吗？我看人家那种大学食堂里面吃的都好好吃啊，又便宜又好吃。我这么一想，我觉得我就这么跟大家建议，就是我用我以过来人的身份跟大家建议，如果你要考大学，一定要考一个好大学，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的食堂也会更好吃，你的这个，价钱也会更便宜。我跟你说，越差的学校吃的越难吃，是真的，食堂是真的。有很大的区别，你就四年就要过这样子的生活。我的大学就是很普通的学校，就是不怎么好吃。因为我看他们清华大学啊什么之类的都好好吃，看起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这玩意儿对你自己是有好处的，知道吗？我感觉人家那个大学都跟食堂都跟不要钱似的，就是啥都有。没上清华大学难道是因为我不喜欢吗？甭管是因为啥，你好好学，知道不？我哪知道是因为啥，对吧？咱就说建议给到了啊，兄弟们，我还是建议你们好好学。为了食堂也要好好学习，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下辈子一定行。你们是已经没办法了是吧？我明白，跟我一样的状况嘛，就是。已经到这儿了。 I know 重开吧。哇，好好听啊，声音好听吧。看起来还不错吧，但是我没有这个品种更丰富一点感觉。哦，对，我还有这个可以再放点。嘿嘿，啊，底下有啊，
我什么脑子，我真无语，我真无语啊，我的母语叫无语，兄弟们。先去给隔壁等一下。兄弟们，我刚才把一口西瓜呛到我的鼻子里面了，你们谁懂？你们谁懂？不能带你们去串门，因为这样就没网了，你们就是一直在看到黑屏，你们还不如在这看看这个呢，懂吗？信我的，听我的。飞来了，飞来了。嗯，还没送完，再切几个吧。如果就是这样切果核的话，就不用叫大家来了，这么晚了。
嘿嘿嘿，空呢？还有谁啊？寇娜、刘贤、张怀瑾，甜甜给啦，已经给甜甜啦。刚给科科的时候，一起给甜甜了，已经。小北。甜甜、科科啊，不对，刘贤、刘贤、Kona、张怀瑾、小青、小青就是给 Kona 他们的时候，他肯定会吃的。然后再给小北一个，主要是没有这么多了，只有西瓜了。如果只有西瓜就不好看，你们懂吧？只有西瓜虽然很不错，但是就是不够好看。做一个西瓜杯，哇，这个皮好薄，真不错，给你们看。我的腿一直在抖，不知道为什么。我上次就没找着冯思佳房间在哪里，哦，我更没找着是马伊琍的房间。你们说我去干这个切果盒的行不行？能行吗？你们说。但是他们的技艺都炉火纯青的。我去学校门口给人切果盒。你们学校要切果盒的吗？我也觉得我切得太慢了。他们都刷刷刷这样子切的，非常快，切得又快又好。我学校那时候吃，就是别人切一块西瓜，拿那个筷子，一根筷子插起来的一块西瓜，就卖2块钱。对，还有哈密瓜。
我都能听到甜甜在说话，你们知道吗？这个隔音就是这样子的。你们听到了吗？我的被被都要用完了，他还不解封，我都没有办法生活了，就听不清楚说啥，但是都能听得到说话，就是这样子。贝贝，贝贝要泡咖啡。还是喜欢，就是比如说只有西瓜的这样子。会有不喜欢吃的水果，对吧？其实我就是，我想想，我有什么不爱吃的水果？如果是果核的话，我就不想吃这个苹果梨啊这种东西。我一样吗？结果我这一个直播，你们就光在这看我切水果了，好搞笑，对不起你们。给你们看看，它这个壶就是非常非常的薄，你们看，看到了吗？你们知道芒果怎么把皮剥掉吗？我不知道怎么剥。俩芒果用勺子哦，玻璃杯是吗？明白了，那我没有，就这样凑合活着吧。芒果非常甜，就是齁嗓子那种甜。哎呦，我感觉这个切的比上一个强。就是它的果肉都比较完整的被我刮下来了，因为我是分区域刮的。果然切水果还是要，就是你们懂的吧，分区域。比我啃的都干净。现在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如果把它们每一个都切下来之后，就把皮再刮掉，就把皮再切掉就好了呀。提醒用刀，这个刀就是那种刀，就是很快，你们懂吗？它的刀背就很快，就不止它的刀把，呸，不止它的刀刃，它的刀背都能把人划伤，伤人于无形。
其实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屠龙宝刀点击就送。大家很害怕我用刀不安全，其实我很安全，我也很会切菜。只是那天切菜的时候，你们知道吗？寇娜已经切了一会儿了，然后呢，我才切，然后哥给我的那锅就是特别沉，那把刀，寇娜拿那把刀也切不好，可不是我不会切哟。吃吃吃，会吃的。等一下嘛，先把果核弄好。那你拿给别人肯定好看的呀。啊，你说对吧？没毛病吗？我吃不了很多啦，我主要是想吃点儿，等会儿吃点儿就是主食吧，可能吃个泡面啥的，就是水果也不用吃这么多。而且边角料你们别看着很那个，吃起来就是还蛮满足的，你已经吃到了所有的味道了，其实已经。迪拜边角料都很多，是因为他们很有钱吗？他们就是觉得这些都不要了。谢谢我要充公了送皇冠。哎，你们有没有啃过糊啊？那玩意儿真塞牙呀。我刚啃的是糊的边上，嗯，这是糊，这还行，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是因为它糊没有太多丝，可能是因为它熟的比较透。就是吃起来就比较软烂，你们懂吧？
你们不叫湖叫什么？河？这个词在字典里到底叫什么呀？就是我从小的生活环境都告诉我这玩意儿叫湖，叫河吗？确定吗？我不信。核桃，对啊，它是多音字吗？我想请问。确定是核呀？口语读法是念火，这样子。原来我说的是口语，我说粤语，粤语怎么念这个东西？多音字。我吃边角料吃的我都不想吃了，你们难以懂这种感觉。得给我的结果出去点，水果大亨挺好。空呐，张文锦，韩乐，刘贤，等一下，我的解宝不会只能吃到西瓜和芒果了吧？杰杰和西西给他俩一盒就行，因为反正他们俩都会一块儿吃的。小北，确实，完蛋了，都不够分的。没有颜色搭配就不够好看了。蓝莓那一盒全都给乐乐放他那小蛋糕里边了。好，不给乐乐了。
我去送送了。等我哟。兄弟们，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的皮都被泡皱了。我按那个指纹识别，它都不识别我。我继续去送啊。
哎呀妈呀，好累啊！我的捷宝只能吃西瓜芒果杯了，该拿过去。只能这样子给他了。就看我切了俩小时水果，对不起大家，我没干什么正事儿，反正花钱和小北给了。就是这个，嗯，我去洗个菜板啊，把这个洗洗。还有一个椰子呢，还有一个椰子呢，嘿嘿。等会儿，等我回去再喝。好多西瓜哦。兄弟们快看，你们能看到吗？就是它已经裂开了，裂开了很深呢，裂开了，看到了吗？都看到里面红红的肉了，一按就开了。这里也是，哦，我天哪，我伤痕累累呀，我伤痕累累呀，兄弟们，怎么会这样子？没事儿，没有这么严重啦，就是有点刺痛而已了啦。水果西施，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刀背太，谢谢瓜仔送的皇冠，那个刀背太韧了，你们懂吗？如果对刀背划的，我们并没有被刀那个刀刃划到。我切俩小时了，这么久。你们是不是不想看我切水果了？你不想看到水果西施了是吧？我坐这个沙发好累累。哎呦妈呀！耶，爽了。等会儿弄吧，先不着急。感觉我累了，确实，因为想吃饭了，可能有点儿。看我这个戒指好看吗？就是非常便宜买的，这俩搭配着买的。小甜儿，下次去北京还找你吃饭。
真的吗？我一出场戒指就闪到你们了，我还怕戒指就是这个占地面积太小，你们看不到呢，是不是很配吧？就很好看。几多钱？几十块钱吧，应该是。这两家起来都不到100块钱，应该。不是在拼多多买，是在淘宝买的。A POM 那家店叫 APOM， 你们去搜一下，应该是有这家店的吧？就是他们家，就是这些东西都很便宜，我买过很多个了，我买过很多个了。不知道你们去淘宝搜一下那个，讲讲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哎，这个好像是在拼多多上买的，这是一个耳夹，没有耳洞的人也可以佩戴的那种。它是一个，你们看，它是一个红色的大宝石，然后被这个荆棘缠起来，然后下面有个小发发，真好看，是吗，张志杰？然后如果那个什么，你也可以当这个用。当戒指，就是它可以掰开，它可以掰大一点。这个好像更便宜，这个十来块钱吧，因为拼多多买这种都便宜，都非常便宜。但是我觉得跟我在那个就是3.3，你们知道，就是三里屯那边有一个3.3大厦。里面不是卖有很多就是那种设计师那种就是设计师那种品牌的饰品啊，帽子呀、衣服嘛，我感觉跟他们也差不多，就是说，对，反正我觉得它还挺值的，带个款式的话是很值的。今天很红红。节目的话我想想啊，节目的话因为我的初始的想法其实暴风雨之夜，当时就是初始的想法就是希望八年老兵搞一个，因为平时不太有机会嘛，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大家都暴风雨之夜运镜不太行，是因为韩亚乐啊，他没记住他要什么时候上那个游击，他上去了，我跟他说没有，下去，还说啊，然后我就在那儿，就是因为那个切镜是这样子，他看游击上去了，他会切游击的镜，然后刚开始韩乐就上来了，我说走啊，然后我们就对，但是彩排的时候他踩的是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他可能看到我太紧张，他看到我性感的身姿，他一下就是忘乎所以了，他一下就是觉得得去拍他了。两个都有 focus 吗？应该是有的，我先看一下难不难看，难看我就不放，是西西帮我拍的。大拍哦，对，一开始就想着八年老兵嘛，然后就是在群里面跟大家聊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问大家，我说你们是更喜欢那个嫂子好还是喜欢暴风雨，因为这个暴风雨是谁提的来，好像是甜甜，他就是说我们八年老兵适合整活，我说可以啊，我说如果跳泳装单直接穿泳装也挺整活的，然后 Kona 意思是如果不穿泳装他就不跳泳装单，然后嫂子好就是盛夏好声音，然后我就是有点担心这个尺度的问题，你知道吧，我寻思我们这个是可以的，主要就是担心他不让播，你们懂吗，那白表演嘛，那不是，然后呢我们就说那就搞这个暴风雨之夜吧。一开始呢我是希望我们所有人都是女生，我一开始想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女生，然后呢后来科科说他三个节目连着，他要给小鹏助演，然后给我助演，然后是他的节目，然后呢他说他的节目呢，我问他你的节目那你来不及换装呀，我意思是因为我的节目和那个小鹏的节目中间隔着个 MC 还是能换的，
但是我的节目和他的节目当中就是没有隔时间，他如果穿了女装再换男装的话，一整套就是非常难换。我说那你就只能穿男装了呀，就是穿你大概的穿成你要上场的样子，然后可能有稍微有点区别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说那你就穿男装吧，那你就来做我的这个叫什么，我当时想的是因为我们八九老兵每个都是不同地域的嘛，我想象的是全国各地都有我在本地的这个对象。对，然后呢我就说哎，那怎么达州有两个，我说 Kona 一个你一个。 Kona 说那这不简单吗，你玩的花，你在达州搞一个男的搞一个女的。我说行行倒是行。我说那科科他穿男装，我寻思我如果穿女装那我就和大家融为一体，整个节目就像是科科的 solo 公演一样。我说那怎么能行呢，我这不是为科科做嫁衣了吗，我说那不行，那我得穿男装。而且科科本来他要穿他那个下面那个节目的白色的衣服，我说那一堆黑色当中他白色他可亮眼，那这节目还能是我的节目吗。我说科科你穿黑色西服不可以抢我的风头，他说好。然后我就穿了这个衣服，穿了还是又穿回男装了，就是说被迫的。我本来想着是我也要做一次女人。手机快没电了，手机快没电了，兄弟。还有4%的电，我就是快速跟你们说一说吧。我现在没有找到充电宝，主要是充电器也没找着，啥都没找着。我还把这个叫什么这个化妆包给碰洒了，洒了一地。嗯，好吧，那我去拿充电宝。等我哦。
泡了一个面，但是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泡好，因为这个面要等一等。拿了一个果汁儿，是早上从冰箱里拿的庆文的，因为我的已经喝完了，还没有倒下一批，先把它盖上，闷着。这个面非常好吃，他们家的米线也好吃，是我开团的那个满小宝肥汁拉面，还有肥汁米线都很好吃哦。肥汁拉面，对，我第一次吃是在肥肥那里吃到的，我还以为是粉丝送给他的，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他有关联一样，你懂吗？这需要锅吗？那个米线需要锅，但是这个拉面不需要锅。它是那种酸甜辣口的，就是还蛮辣的。嗯，还蛮辣的。如果你把那些辣椒粉包全部放了的话，我感觉就是很能吃辣的人也会觉得挺辣的那种程度。小菱卷是那个米线的，那个拉面里面是没有小菱卷的。拉面和米线是一个味儿吗？我感觉拉面可能会更入味儿一点，因为那个米线儿你们知道吧，就跟泡面和米线的区别一样，你就会感觉泡面更入味儿一点，懂吗？米线对，要煮一煮，然后辣椒粉和酱包是分开的，对，它是有好几个酱包，一个高汤酱包，一个是就是那种有味道的酱包，然后有一个是甜醋包，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蔬菜包，然后还有一个辣椒粉包，不是特别甜，是酸甜辣，就是蛮好吃的，而且它是那种特别香，你要是在房间里煮一个，整个楼道都会闻到那个香味。我每次醋包全放嘛，全放，因为我爱吃酸的嘛，但是我不怎么放那个辣椒包。对，然后就是然后继续跟你们讲那个表演的节目，讲到哪里了？舞台复盘。对，就是说柯柯，对，然后我就让柯柯穿了那个，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表演。但是我开始在那里等待的时候，我看到大家的表演特别好，我当时就想着，天哪，怎么这么卷成这样，给我整得很紧张。剧情就是我们一起想的，因为我们八老兵就是在一起，是我求着他们帮我想的。我们彩排没看到他们舞台没有，我们彩排是一人一个时间段的。然后我跟你说，那个前面他不是有一个小 PV 吗？我就是跟成员们说，我说你们帮我准备一个小 PV， 就是反正每人要有一句词，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看我。然后呢，最先发给我的是张梦慧，他发给我从底下摇镜摇上来，然后摇到他脸上的时候，那个瘦脸美颜瘦脸还唰小了一下，我就把那段给剪掉了。你们懂吗？他抱着一个小被子，假装孩子在他怀里，说你到底什么时候会来看我。然后北京那个风大的哟，就是呼呼呼呼哗哗哗哗的，然后呢也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我说你用备忘录录一个过来，然后我又把他那个声音 mute 掉，然后直接配上了。那是孩子，你们没看出来那是孩子吗？然后第二个发给我的是爱静，爱静拍得很好哈，拍得非常好，而且她的声音很有那种，我觉得爱静好适合去演那种女主角，你们懂吗？她有点像那个
花间醍醐方大厨，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不觉得她很像那个女生吗？就是整个人特别的清新，哎，就是那种感觉。对，她是卧病在床，很虚弱。她的设定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她，就是生了病，然后都躺在床上就在那咳，然后就说你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看我？然后，剩下的人我就除了科科，我说科科你要上半身穿的非常帅，下半身我的意思是骑一个共享单车，但可能没借到吧，共享单车。我意思就是从上面往下摇，就是哇哇哇，好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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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下去啊是一个共享单车，就是要有这种反差感才能行，你知道吧？可能是没借到，然后呢，就是科科也是很帅的哈，但是他穿了一个拖鞋。他也是有自己的小巧思在的，然后呢，就是刘贤他自己把自己那部分剪辑好了发给我的，我说行啊，很好。但是呢，刘贤这一部分呢，发完了之后呢 ，Kona 就发了 ，Kona 发了之后，他你们看到 Kona 那个部分了吧？他激起了大家的这个卷的意识。我说，然后张怀瑾就愤怒了，张怀瑾说，我要拍就拍出来，就是那个所有人这个比所有人都赢的这样一个，他自己想的，我可没有给他设定。我说你怎么拍都行，我意思是张怀瑾穿一个大花棉袄，在东北老家的那种感觉，揣着坐在炕上，说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看我？结果他自己给自己整的，你看。然后。甜甜那个烧的你知道吧，甜甜是私发给我，他没有发在群里，大家都发在群里了。我说甜甜很烧，大家说什么发出来我们看看，然后呢我就给发出来了，大家就是有被甜甜卷到，一整个就是说一下子激起大家欲望了，确实。对，然后大家就卷死，就是把张怀瑾卷成了现在这个情况。看没，现在干什么都要卷。看张怀瑾有什么感想，我说你真行，太行了你。真的，可能大家都重拍了吧，就是因为甜甜给大家卷到了。哎，甜甜，哎，开个门，说，你怎么还不来找我？我好寂寞。我行，真行。我觉得大家都很有想法，根本不需要我给他们有什么设定，他们自己就给自己搞得非常好。香啊，太香了，喷香，根本不需要我给他们。放水放少了可能，不过我喜欢吃这样子的，它面有点扁扁的，看到了吗？好吃，而且不放辣椒正好，放辣椒对我来说太辣了，辣的我都急眼，就是这烧心火燎的。然后跟梦梦的那个是，我一开始想的是，我觉得那个 Dominated 着实很好看，就是嘉恩和张欣跳的，给我帅到，我就说那我也要表演。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表演女孩子的啦，我一想的是那个 Black Baraka 什么 Baccara 什么玩意儿的，就是反正就是那首歌，我想的是自己穿一个那种抹胸的黑色的婚纱短婚纱，然后戴一个皇冠。但是呢，听说撞歌曲了，然后我就是直接换掉了。巴卡拉是吗？因为我当时想的是 solo， 还有一个就是关自在。因为关自在是我没跳过，没跳，一直没跳到的一个
一个东西，对吧？但是韩乐那会儿跟我说他也想跳这个，我当时觉得关子在和渊的话，我觉得韩乐更适合渊。他一直在那缠着我问哪个我跳哪个，我到底表演什么，我说你信我那你就跳渊。为什么我当时不跳关子在？因为我没想到关子在怎么表演。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最近不够好看，我觉得做花如果没有一张好看的脸就是很难赢，但是做瓜咱就是说可以从别的地方找我你们懂吗？我做花必须要等到我们解封了，去做了皮肤管理和提拉紧致项目之后再做花。谢谢皈依送的皇冠。我要求太高了吧，因为我一直做瓜，如果突然做花没有惊艳到大家，那这就是一个一整个白给的大动作，你们懂吗？所以做花必须要美，必须要一下让大家觉得哇他做花也很好看。如果达不到这种，如果达不到这种的话，就那还是先不要。我的意思是，我要有十足的把握。这疫情把我逼疯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做皮肤管理和提拉紧致，搞得我连节目的选择都非常的有限制。我恨这个疫情，我真的恨。你怎么找到默默的？因为我想跳这个，我不是最后还是选了这个吗？然后选了这个之后呢，我就在心里面琢磨，谁跟我跳这首歌？我本来找扣呢，他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跟我一起表演这首歌。然后呢，我就想。还有谁让我有这种就是觉得在一起表演会感觉还不错的那种，让我在心里面上觉得有一种不错，就是你们懂吗？我觉得跟搭档表演就是你契合还蛮重要的。就是甭管表演什么类型的节目吧，就是有的也可以表演，但是你就觉得有点难受所以我就找默默，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时间帮我助演一下，他说可以啊。然后第二天不是男课，是我们自己表演，包括跳舞的时候也是。其实这个舞我跳起来没有那种感觉，也不是没有那种感觉吧，就好难跟你们形容。就是比如说一个舞，你在开始跳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哇特别顺特别舒服跳起来。但是这个舞呢，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那个道具的原因，让我觉得就是不是很舒服，你们懂吗？就好难形容，就没有让我觉得哇我自己好帅的那种感觉。就是有
那个编舞什么的都有，都有编舞，包括衣服，包括道具都是有影响的。我想想，有让我觉得特别顺的，是我之前生日公演表演的对峙，那个我跳起来就觉得很顺，就是我的肢体是舒服的，你们懂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编舞问题，反正就是有的东西你就会有那种一下子就是觉得哎很舒服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不是舒适圈，不是舒适圈，怎么说呢，我也很难形容，就是你这些动作你自己做起来是自己觉得好看的，并且你顺的。有的舞就是它虽然跳着好看，但是你跳起来你就觉得你表现不出你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一开始跳这个舞，开始学这个舞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这个舞，哎呀好难讲啊，就是那种感觉。我当时选这个不是为难自己吗？因为我学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跳了会是这种感觉，你们懂吗？我其实上次我跟山子哥跳 Night to Night， 不是 Night to Night， 艾未央，其实艾未央那首歌我就跳着很舒服，虽然那天衣服很拉垮，但是那个舞我就是觉得很顺。不是正负，艾未央，就是好难形容，就是每一首歌给你的每一支舞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懂吗？但是这支舞其实它没有给我这种很顺的感觉，我总觉得哪里别的，你们懂吗？但是我看着他们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舞很好，我很喜欢，但是学起来之后我就觉得不是很舒服。玛利亚，玛利亚介于中间嘛，也没有特别舒服，也没有特别不舒服，就是顺当的学下来的那种感觉。有可能是不适合我的发力点，因为我比较喜欢 popping 的那种感觉。这支舞要跳出那种顿点，就是因为我的动作不是那种特别大的，我一直跳舞不是那种特别大的，我更喜欢那种点的感觉。就是我的框架不是大的那种，我更喜欢有那种顿点的，就是你们能看出，菌菇跳舞就是顿点的那种感觉。对，我喜欢那种我会更喜欢那种 popping 的感觉，但是有的人就会更喜欢那种动作大的感觉。我知道为什么了，我突然想到了为什么了，是因为教我们的那个老师，是我跟青萌蹭课的那个老师，他平时是跳，他是跳 hiphop 的应该是，所以他
你知道吗，就你跳一个舞种，然后你再去理解另一个舞种，你会带着你自己平时跳的那个舞种的那种感觉。对，就是和我喜欢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教我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动作很别，因为是他自己平时舒适的那种感觉。我跳舞是啥风格？我跳舞没有风格，因为所有的舞种在我身上还没有形成一个风格，但是我自己个人的审美偏好会更偏向 popping 一点，就是那种有顿点的。够吃，其实挺多的。就是不是那种大的框架，你们看军舞跳舞的话就能看出来，他有很多动作脚可能连就是也没有离地，但是他那个感觉不是那种，你们懂吗，就不是那种大开大合叭叭叭的那种，我喜欢那种稍微含蓄一点的。嗯，我喜欢控制。嗯，如果说用这个职业来讲的话，就是我可能会更喜欢射手或者法师的类型，然后大家爱看的可能就是肉的那种，肉坦的那种类型，因为那种会比较有大动作吧，感觉。所有的舞都需要核心。不要再煮一盒了，再煮一盒吃不完了。嗯，哦，知道了。那我喜欢的类型应该是刺客那种类型。幻境公演的舞都很难，我觉得是编排看起来比较难，或许吧。但我也没跳过，我也不知道哦。因为我感觉现在就是公演的编排会比以前越来越多花样了，就可能看起来比较眼花缭乱的。甜甜的手是哪个呀？出眠哦，深海之森，我还挺喜欢出眠的。还有小马和有秒的那一首我也很喜欢。
因为会唱冤嘛。冤怎么唱的来着？忘记怎么唱的。我对冤这首歌一直都没有什么印象。知道了，我可能我个人来讲不是很喜欢那种很旖旎的那种曲风，我可能会更喜欢电子音乐。就是比起原来，我会更喜欢《In the Dark》。因为我感觉这种比较旖旎的曲风，做舞台只能做的比较色一点。我又不是很喜欢那种色色的那种，你们懂吗？所以我就是没有什么感觉。确实，我会更喜欢那舞曲风格一点吧。可能我自己的这一个感觉，我还是觉得这种放在舞台上有点羞耻，就是我自己，不太做得来吧，这种风格的。我是刘淑贤。哦，你知道韩佳乐在哪吗？不知道。他没在房间吗？他没在房间啊。那去哪儿了？他能在哪儿？能在哪儿呢？他房间他那边两个边都没有人。都没有人。嗯，都是空的。空的房间也没有人。没有啊，空的。等一下，我再查。啊，他们说在我房间，在你房间啊，你去看看。哦，不是不认识，他没戴眼镜，看不清楚。他是近视，是近视吧？我也近视。我就是，我现在戴着眼镜，所以我能看清。我度数应该涨了，应该400多了。今天准备几点叫叫？就是关了直播才能叫叫，现在没有办法知道几点叫叫。戴一下眼镜，可是眼镜没在这边，被我放到屋子那边去了。我还借给了山子哥两副眼镜呢。
不是我的衣服好热门，是因为我们衣服全都在剧场，没有在中心，然后呢就借不到衣服，然后我想不到默默穿什么，原本衣服都不在，然后我就想我那个披风是红色的嘛，可能跟蓝色的会稍微还能搭配上一点，那套衣服送给我了吗？怎么可能，这都是公司的，他不会把这些送给成员的呀。嗯，干什么？我焦虑。为什么？你看天 ，live house。那有什么好焦虑的？俺不会，不是不熟。你会？我不会。你会不会？你今天演？我看你说学七六七首歌，七八首。对呀、啊。那确实是。多久多久学这么多啊？不到一个礼拜。嗯，那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了。嗯。为什么一下换这么多歌啊？因为明天 mini live 四首歌，还有那个unit 和 solo 都要重新吧。全都要跳舞啊 ？mini live 为什么要跳舞啊？因为我们是四八的一个模式，不跳不行，必须得跳。还对，还真就得必须跳。那不能拿点以前跳过的出来吗？其实有跳过，但是很多动作都改了。哦，是大家一起的，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吗？当然，我一个人合适。我好家伙，啥家庭给我一个人开？是那个头的。那、啊、只能硬搞了。那你这会儿还能静下心来直播呢，你真牛。这不焦虑吗？跟你看看你。焦虑更要躺在床上在脑子里面过动作，你在这直播那岂不是分心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现在直播如果说你明天跳错你就怪他们是吧。我懂了。我老刘，我太爱你了，你太会讲话了。我知道了，谢谢你，你给我提供了一些思路。对啊，就是因为得跟他们见面呀、啊，所以现在也就是牺牲了一些练习的时间，就是说，我该早点跟你连麦的。嗯，确实。谢谢你，老刘，你人太好了。不客气。你最近还好吗？最近挺好的，就是说不能出门而已。还不够吗？不能出门还不够差吗？我知道，我知道。很心疼，我很心疼，我每天都，啥？那我没办法，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事儿，整个上海都这样。确实，我每天都在帮你们看那个新增的人数，天天祈祷降低一点。你知道今天多少吗？两万多吗？哎，我都以为他往下走了，他妈嘚儿又上去了。毁灭吧，刘哥，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等解封了，我第一时间去北京。你不要这个表情，就好像我奔着你去似的。哎，不是吗？我当然不是啊。那是。我在北京有个皮肤管理的医生。也算是奔着你去的吧。找你吃饭去啊。咋样？已经晚了，老公。这么快就晚了？哎，我发现你只要不说话，你那边就是静默的状态，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吗？这噪声挺大的，这旁边还有个剧组呢。是啊，你只要就没有声音。你在外边排彩排呢？没有，我在我们的那个。那叫什么园区里啊？你以前住过的地方？为什么还有剧组？咱们这不是总有剧组吗？就是都是大明星啥的，虽然我一个也没看着。我觉着这个园区里最大的明星就是我们了。那不可能，旁边就是一模特公司。就
我一个模特也没看到过。我都看到，经常看到外国人，大高个儿，腿特长。那可能是干的不景气吧。我后来我一个也没见过。怎么会这样？还能有比我们北巴干的更不景气的？哎呦，不是，那可能是就是发现了这个地方不太景气，人家换了地方，人一下就崛起了。那北巴能不能换个地方？这就是没钱换地方啊。这不挣钱的吗？我为北巴挣钱。确实会好，会好的，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嗯，爱北巴。等会儿是不是我们那一排不行啊？往前挪挪呢，挪到向阳的地方，因为我们那地方太后边了，太靠北了。淹死我，我觉得特别恐怖，每天都。为啥呀？就是我感觉每天都见不着太阳，就每天你待的心里越来越压抑。那确实，那就是得往南挪挪嘛。哎，这么大一个大广场，南边那太阳光多好，为什么不往南挪挪？就是说，不租啊，不新租了，很痛苦。所以我现在自己出来找阳光，然后没有阳光，也没有月光，我就找那个车灯。在几点出来找阳光？你真有意思。两点。不该有哦，不该有，有月亮啊，月亮也没有，就被挡住了吗？不知道，就是我估计也找不到。面环这个环楼的这样一个地方，对，我觉得这里特别的堵。你觉得这里特别的堵？你来上海，你来上海，你之后你就感觉北京特别辽阔，心胸辽阔，像看到大草原一样。太难了，心疼。那我替你吃点吧，你最近想吃啥？我在北京给你吃了。嗯，我想吃个老干。我不吃蛙，也不吃鱼头，我去吃冰粉吧，行吧？我去哥老干吃冰粉。你就拿冰粉糊弄我。那你吃那个吧，你吃那个铁锅炖吧。啊，可以可以，我本来就想。上菜倒闭了吗？没有吧。我去那个，我去吃铁锅炖。可以，可以，提上日程。我替你享受北京的快乐。啥时候去啊？啥？啥时候去啊？等我明天忙完了，只要不猝死，我就去。哎，你明天几点结束啊？明天大半夜才结束呢吧，十点。那你还去什么呀？那边几点关门？那边两点。那明天不去这个礼拜呗，下个礼拜。然后到时候给你拍图，给你美那个滤镜发给你。不用滤镜，就拍原图就行。那我发视频，我给你打视频。我跟谁去吃啊？我跟哎六六七七也想去吃。行，估计北巴好多人都想去吃呢，到时候一块儿去吃。可以。我就不一样了，我有你的微信。谁没有我微信？北巴好多人没有你微信，我有你微信，我给你发图。库儿也有你微信。啊，孟慧，那我和孟慧一人给你发两张。好。啊，还有孙小燕，我孙小燕、张梦慧一人给你发一两张，都去吃，你们所有人都去吃彩姐，你就是咱就是说北巴就没点别的好吃的了吗？海底捞，就只有这两个吗？我实在不知道，你不要给广大那个网友造成北京真的是美食荒漠这种印象。除了铁锅炖就是海底捞，没有别的了。不是吗？那都我实在想不起来，我想想，烧烤，考验所吧。我不知道，我对烧烤没有什么太大研究，我就是哪家近点哪家。考验所。什么叫什么？考验所。考验所。
我们当时我第一次去吃考研所就是把张爱静送走的那时候，那个救命八年老兵的时候，对，结果他现在都回来了，我都没吃到下一次考研所。张爱静回来都快过周年了。行，那我替你去吃考验所。哪个考哪个验？是考验人的考验吗？考验是火焰的焰。考验所，哦，北京还有烤肉。你说到烤，就在那个哪儿？叫啥来？我给忘了。大悦城？不是，可是也不远，也不远，反正就那哪条街上，我给忘了。行，我懂了，我一会儿直接搜大众点评。就我们经常吃烤肉的那边儿，吃东北烤肉那边儿，那条道上吧，反正就那条道上好多吃的。懂了，我挨个吃，替你吃。可以。哎呦，冻死我了！哎，不行了，我没电了，老刘。冷吗？我冷，不是我手机没电了。拜拜，撂了吧。那你挂，那我挂吧，拜拜。行，拜拜。早点睡觉啊，拜拜。好。谁懂这种感觉？我关了直播也会是这个样子，不是困，就是有一种闲者时间。对，就是会这样子，你们不会这样子吗？你们跟别人聊完语音电话不会这样子吗？主要缓解小说的空虚。我今天跟我舅聊天，好像青岛那边就现在已经没有那个不封了，我家那边也不封了。因为今天我舅都出海了，他准备。哎，真不错呀，只有上海。以后去青岛定居。青岛好吗？我想找一个房价便宜点的地方。我那天在抖音上刷到一个人，他在那个东北的哪个地方买了一套房子，才花了几万块钱。鹤岗，对，鹤岗。我想去一个房价又低，又有的逛，就逛街什么的，就是不要太没得逛的那种地方。成都房价不低吧？成都房价多少钱？东北留不住年轻人，为什么呀？可是东北好吃的特别多，我每次都想去。鹤岗那6块钱跑出租车跑完全程的话，跟我家那边也差不多嘛，都是北方的小城市。喜欢南方吗？无所谓，我就是气候只要我适应的来，然后房价不高，然后有的逛就行了。但不要太南方，我就感觉太南方我不太能适应。
太南方就是说湖南、广州、江西啊这种地方吧。你觉得我挺说广东的，怎么会呢？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别人说我不适合去南方，广州是我对我不好，不是对我不好吧，反正去了那儿就是我的对我整个人的发展不是很有利。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应该全国所有的房价都会往回跌吧，我感觉啊。会跌吧。一线城市不会，我应该也不会在一线城市买房，我又买不起。一线城市买套房得多少钱呢？而且我刷抖音看到人家在这个日本买了一套房子，200多万，但是是永久居住权。咱们这边产权都是70年，对吧？主要是感觉日本房子的配套设施做得很好，我们什么时候能做成这样子，就是啥啥玩意儿的都搞得特别好。他们不是说房子都是木头搭建的吗？那种。隔音很差，那就不能在自己房间放摇滚音乐了。我想不想去旅游城市？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全国各地都是旅游城市，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就是叫做旅游城市，因为不都是说旅游就是从一个你每天待着的地方到了一个别人每天待着的地方吗？成都买个小别墅，我哪有那钱还买小别墅，给我弄死。我不打算回老家，没打算回老家哎，我不想离我爸妈那么近。不是说我不是不想回家，只是我想回家的时候回家。如果说我离我爸妈太近的话，就是会有一种，我不是不恋家，是我觉得我会被，就是他们会想，就是怎么都管我那种。你跟父母离近了就是会这样子吧，就跟你上学时候的感觉一样。我上学的时候就想我以后不能跟我爸妈住在一起，就是包括你看像我们平时年轻人有自己的消费观念嘛，他们如果不认同的话他们就会说你啊什么的。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交流没有意义，因为互相彼此都说服不了。对啊，容易争吵，到时候就不觉得在家里待着有多好了。那既然这样还不如就是都是那种美好的印象，一年你是回家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回不回家在哪里定居这个东西要看年龄来看的，可能再过几年我会想要离家更近一点吧。就是等我爸妈平和一点，他们也没有不平和，只是我就是感觉你看我如果跟我姥爷每天生活在一起，我俩就不会吵架。
可能因为我姥爷比较宠我吧，但是跟我爸妈生活在一起就是很免不了吵架。他们就是因为你现在离得远了，他们看你哪儿都好了，你真离近了，他们哪儿看你都烦。你在家你想过着比较不错的生活，除非是你每天都干，就是干家务啊什么的，你就是给你爸妈啥玩意儿都收拾的妥妥帖帖的，可是你自己又不想干，你又想懒，你又想贪。那我如果自己住的话，我就是不用管这些，不用被他们催。也不是自由吧，其实我感觉就是现在还是想不要离那么近，但是其实也是说想回家的时候就能回家，但是可能过几年就会觉得还是离家近点比较好，因为父母年纪大了之后你也不放心离远了。所以就是趁着自己还能远的时候就是稍微走走吧，反正早晚都要回家的。枣庄，我觉得枣庄可能跟那个鹤岗挺像的吧，反正就都是这个煤炭城市。是煤炭城市吗？鹤岗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你就是这种能源型的城市，就是一旦空了之后，可能就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再继续住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就是发展的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迟缓了。我感觉江浙沪这边的江浙沪，对，江浙沪这边的房价都很高，印象当中是这样子的。济南房价确实不低。哎，就感觉每个城市都会觉得自己城市一般吧。就是云南就是感觉紫外线也蛮强的，但是都不好说，反正我哪儿房子都买不起，我到时候就是说能去哪儿去哪儿吧。啊，要攒钱，现在就是要攒钱。住房车，我感觉我不是能住房车的人，因为住房车很多东西你就是每天都需要处理的。我就是觉得，我可能不太行。但我看别人有很多，现在看到了很多别人住在房车里，还有个演员，他就是没有买房子，然后他买了一个房车，然后每天就是去面戏什么的。我在小红书上刷到的一个男演员，然后他就是每天去面戏啊，然后回到房车啊什么的，就感觉也挺方便的吧。他就是说对他来说，对他现在这个工作啊什么之类的是很合适的，坐这个房车来说。
房车包找车位，我不知道哎，我想这些想太多了，我连那个驾照都没有，我还想房车的事儿。我没有考驾照，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我可能不想开车。就是我爸爸那时候让我就是高三就毕业了的时候去学驾照，我就没学。因为我现在又不买车，我考了驾照干什么？我的 PV 只是我人坐在里面，其实开把车开走那一部分是吴昊完成的。我把车窗摇上，然后就换了吴昊上去。吴昊不知道啊，我好久没跟他联系了。去北京的时候再问他吧，主要是我都不好意思找他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临走的时候就是找他吃一顿饭，我说都要走了，我就是要来上海了，我请你吃顿饭吧，咱们聚个餐什么的。完了之后他很欣然应允了，然后我们就来吃饭，吃了饭他把钱付了，我本来说我请他，结果他把钱付了。我后来又找个机会，我说不行啊，这也太讹人了吧，我说那我回去北京我又找他吃饭，我说这次得我请你，他说行啊，然后完了之后他又把钱付了，我真是我都不敢找他了，我现在你知道吗，好像我就是吃不上饭每天在这里讹他，你知道吗？他太那个什么了，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种意识，就是只要是跟这个女生吃饭就不能让人家付钱那种意思。新粉问一下，这是我们以前北京的一个 staff， 人很好，就是帮了我们很多忙吧。就是我们以前，还是，就是说，比如说以前，这个做这些云供养啊、特殊供养什么的，他是那种怎么说呢？我觉得以前有一些北京，有一部分北京 staff 是那种，这东西我根本就不怎么赚钱，但是你们想要做什么我会尽量配合你们，而且他自己也乐在其中，就包括一些就是摄影哥哥或者什么的，就真的还蛮好的，就是那种他愿意帮你这个忙，就是愿意你想呈现的东西，你想表达的东西，包括我们举游记啊什么的，他干再多这些东西他也不多拿钱，但是呢他就是你需要这个他就愿意去干。就是北巴以前还是有一部分 staff 就人很好的，而且他会那种，你有一个节目，比如说你没有什么想法，你不知道该怎么搞的时候，他会帮你想，他会帮你出主意，而且他就感觉你会感觉他不是觉得这只是一份工作那种感觉。对，就是很好吧。我们以前有一些摄影哥哥，包括一些剪辑的姐姐，人都很好。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搞节目啊，或者是什么弄 PV 啊，这些东西都要的很急，他们就是通宵给你搞，就是你在那儿盯着他们，通宵就给你在那儿弄。
所以我们那会儿经常在被扒的时候，经常就是感觉跟那时候跟斯大夫关系会更近一点嘛，就是因为他帮你很多嘛，然后你就是都会经常就是比如说搞完了之后，我们点个外卖，点点吃的，我们一起就是聊聊啊什么之类的。觉得也有可能是爱这个工作吧，也有可能是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我之前听说啊，他是觉得一群小姑娘就是没人帮，没人干什么的，他觉得也挺，怎么说呢，就是挺想帮帮忙的那种吧，就是都挺不容易的那种感觉。上巴斯大夫不是不行了，就是也很好，但是怎么说呢，可能不是你不是每一个公司，包括不是每一个人那种氛围都是朋友的那种氛围，就是不是朋友的氛围也是很正常的，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这样，就是人家已经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了，就是说我觉得像朋友一样的那种工作伙伴是可遇不可求的，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那样，对吧？我觉得其实每个时间的心境也不一样吧，就是感觉有，就是有的时候像我也是啊，有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这段时间会更想付出一些，有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这段时间就是没那么想付出了，跟缘分也有关系吧，或许。缘分啊，心境啊，包括环境啊什么的都有关系吧，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工作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我们工作性质和你们不一样吧，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做这些事儿你也知道可能没有什么回报，但是你就是乐意做了。对，就是感觉交个朋友啊或者是什么的可能都会有吧。因为我工作的这个类型也不是很多，做过的工作工种也不是很多，我的经都没有发货，但是好多人都收到了。感觉其实常态吧，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会有那些有情分的事情在，但是更多的工作当中还是有的时候觉得那样也挺好的，就是跟同事，就是同事关系，下了班谁也别联系谁那种，也挺好的嘛，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吧。因为有的人他你工作伙伴他愿意下了班跟你当朋友，但是你还不一定愿意你跟他当朋友呢，对不对？人家有的人就希望保持距离，保持这个社交距离，我下了班我就是自己的生活了。都很普遍，下了班之后不开微信。我以前是下了班之后，我就你别想让我接电话了，我就不会接。而且我最讨厌那种公司，就是他们要用钉钉。我就是觉得怎么了，微信用不开你吗？是，你们有没有那种经历过用钉钉的这种生活？
太讨厌丁丁了。我讨厌丁丁。为什么24小时开机不能不接电话？你们合同上怎么写的？就是写下班时间也要任意随他们支配吗？还是说自己怎么样都行？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因为我刷什么小红书啊、巴巴那些的，经常看到有很多人在抱怨，就说自己明明已经到了下班时间，然后公司还是会要求他们去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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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包括一些就是一些公司他们会有一些比较过分的一些对你的奢望或者是要求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如果你不做他们就会把你解雇，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你的合同上也没有这么写，但如果你签合同的时候是这样子签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我想了一下，如果我不是特别热爱这份工作，我可能只能摆烂。就是他给我打电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热情回报这种东西。对啊，你不觉得吗？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是这样子的，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潜规则，好像大家都这样默认了，已经就包括加班这些东西也是。因为大家都很卷，不知道。就是卷，我就是觉得我每天都在想。因为我们现在河里面卷呢，我是觉得有舆论压力，我没办法，那卷我也只能受着。我如果做一份别的工作，我觉得你凭什么卷我？我就是不做又能怎么样？会被裁员，那他总要补给你这个什么钱吧，就是这个你们签的合同，你是正式合，你是正式工，他给你解雇了，他总得再给你补钱给你，对吧？对啊，有赔偿金的。会逼你主动辞职，说不定吧。合适工作也没那么好找，穿小鞋确实到处都有这种事情吧，没有办法。那你就可以干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是让别人把你解雇了，解雇了完了之后你就再找工作，你就一直不停的换工作，这样蛮有新鲜感，跟拆盲盒似的。是吗？就是考编的意思，就是考有了编制就可以光明正大摆烂了，是吗？为什么会有个椰子在地上？是我那个。你这水果是要干嘛摆盘吗？没有啊，等一下拿给姐姐他们吃。我眼睛。
迷茫了。你还在播？嗯，我要撂了，不行了，有点困了，兄弟们。你播多久了？播很久了，我都4万多人浏览了，你看。是啊，救命！你真的不会是我那会儿你就在播，到现在没下过吧？对啊。接近八万鸡腿呢。牛啊，老刘！哎，接近8万鸡腿，你这个有什么好炫耀的？你看看你今天的 solo 表演，你怎么不炫那个？那可不是我直播赚的呀。啊，那个也是你直播赚的呀。反正有很多钱，就是开心咯。当然开心了，这个卡子是不是在这里拿的？这谁能不开心？是给你，是你的吗？这亲我从我房间查出来。这谁能不开心啊？谁还看到钱不开心啊？我真纳闷儿。你吃。这拿啥吃两手啊？拿筷子插吧。哪这筷子什么是干净的吗？都看不懂。不懂、啊嗯，我不懂。你找对面有没有牙签？没有。没有。我怎么觉得嗓子有点哑？我也觉得我嗓子哑。那你用这个行吗？我刚才用的用这个插的。狗变。反面。有筷子。那你去拿吧。陈倩兰这里怎么可能会没有筷子呢？屁屁哦哦，屁屁哦哦，屁屁哦哦。